欢迎大家来到重庆，这是一座被影视偏爱的城市。杜华年的主角们，欢迎。石头剪刀布，十局八胜，来。万一他看不见，你可以换。我们看得见。相信你自己。天降横财。谢谢老师，你偷我的钱。跟微博网友们一起开启幸福记，